那么再回到我们刚才的这个买楼的话题啊，就是听说马云又又买扩楼出了，又买楼了，那这是怎么回事呢？我想问一下李琦。哎，说到这个曼哈顿的楼盘呢，那么呢，基本上有几处楼盘是特别高光的。每一次呢，曼哈顿地产成交的记录性价格，基本上都是这几栋楼盘打下的。其中呢，有一处啊，叫中央公园南边啊，中央公园南路220号这一栋大楼呢，可以说是曼哈顿高光地产时刻的一个重要的黄金点啊。有一位对冲基金的亿万富翁叫做奥尼尔奥奇啊，丹尼尔奥奇啊，他呢在2020年的时候呢，就以将近1亿美元的价格买了这一处顶层公寓，大概面积是多少呢？9800平方英尺。他呢还在这个顶层公寓 penthouse 之下呢买了较低楼式的一个居住单元啊。而后呢，他隔年以2倍的价格1.88亿美元的价格把这个房产转售了。房产的买家到底是谁呢？后来大家发现是阿里巴巴集团的联合创始人，同时也是布鲁克林网队的老板啊，就是马云的合伙人。但是呢，最近我们听说的消息是，不仅仅是马云的合伙人蔡崇信在这里买楼了，马云自己也买楼了，也是中央公园南路220号。何明先生能不能讲一讲？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在中国经常有朋友说中国的很多房子是空的啊，比如说上海啊、北京啊，有钱人啊，有的人是没有房子啊，尤其是年轻大学生毕业以后买不起房子啊。那么实际上这种情况啊，在这个美国也是一样的，很多的富人在这里买了房子，实际上是并不居住啊。实际上有钱的人都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吧。就是你达到财富到了一定程度，你在曼哈顿就有一个房子，这套房子基本是空的。那我有一些朋友在曼哈顿也买了房子，他们也确实是凭着空的这个地方，但是他们说啊，这是一个最合算的一个投资，你很难相信这种这个增值到什么程度。比如说啊，这个马云买了这个房子啊，我据这个一些消息啊来源啊，朋友说，实际上原价呀，是九千万，但是这个马云买的时候已经升到了1亿7000多万，再加上税，加上其他的开支，你说花多少钱？那马云会不会住在这个房子里面？我们并不知道。但是空一个房子在曼哈顿是世界富豪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在这个里面，听说蔡崇信买了3套啊，这个马云是买了一套，那些房子呢，就是因为地皮吧，啊，特别的昂贵，身份呢，啊，特别的重要。实际上，房子真正豪华的什么样，其实外界有时候想象的太大了，啊，未必比这个中国的房子会豪华到哪个地方去。但是，只是因为啊，马云的这个最近的这个故事有很多，对吧？啊，那么他也越来越接近中国，之前是在西班牙。啊，早一段时间在日本，现在要接近泰国。如果他要从昆明进入这个中国啊，对吧？泰北什么中泰边境应该是比较容易了，开玩笑啊。就是你开那玩我们笑，要啊，对，但是我们就要看看马云是不是回到中国。很多朋友最近在社交媒体表示，包括我们的几位嘉宾，包括中国大陆的一些大 V 都说啊，你如果习近平啊真正要这个。啊，民营企业家有信心，那就应该呢亲自把马云啊请回中国去，而且呢要退还对阿里巴巴的这个叫什么罚款。我就不知道我这几位朋友他们了不了解一点，估计你中国为什么要这个调查或者是处罚这个阿里巴巴，为什么要处罚这个蚂蚁金服？这个可能。中国打击民营企业啊，有没有关联？也许从政治效果来讲，确实大家觉得马云先生是一个标杆性的一个人物，他最近几年在中国有这么大的影响，在世界上有这么大的影响。但是他这样的企业，如果是在美国，如果是在欧洲，难道就不会被处罚吗？所以我不知道，就是我们这些朋友们，他到底了不了解中国的这些具体的这个情况，阿里巴巴到底是怎么回事？蚂蚁金服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那么，习近平对民营企业的一个重新的信心，是不是真的要把马云请回去啊？就是说，我不知道李奇博士在这方面应该比我有更专业的一些认知吧？
最近在六度世界的网友啊，在有关于啊是不是能够用博弈论来解释政府和资本博弈的关系啊，大家为这个话题吵得不可开交。其中一个重要的实例就是马云和政府的关系，以及马云是不是回国啊？但是啊，这有一个基本的事实性的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些网友会觉得呀，哎，马云卸下了对于蚂蚁的控制权啊，那是不是马云就彻底出局了啊？蚂蚁就彻底要被收归国有了？但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啊，实际上是正好相反的。马云卸下对于蚂蚁的控制权，我所了解的消息是，蚂蚁是长长的舒了一口长气。为什么呢？就像 Trivium 啊，一个非常有名的研究中国监管的这么一个政策策略公司，在今天早上新闻信中所说的，中国的监管是以对马云集团的调查开始的，其中涉及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马云自己设置的政治干预以及他的商业帝国是不是符合法律上的程序。蚂蚁要活下来只有一条路，就是和马云保持距离。而现在马云卸下了对于蚂蚁金服的控制权，其实呢是蚂蚁正常化的开始。一旦成为了一个正常的企业，它可能重新进行 IPO 就有路可循了。尽管呢，外界普遍预计啊，今年可能呢啊，蚂蚁重新 IPO 的希望还不大，但是呢，至少成为了一个正常化的公司，哎，未来 IPO 就有希望。再说到中国监管机构对于近期一系列科技企业的打击，其实事件是从2021年开始的。的确，就如大家所看到的一样，是与对于马云商业帝国的肢解开始。啊，作为一个重要的这样一个起始的符号，之前呢，马云从公众视野中消失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外界对他传言也不变，有人说马云已经被边控了，马云已经被抓了，等等等等。结果呢，不断有消息出来，哎，马云本人呢，其实啊，似乎呢一直是在国外，最开始呢是出现在荷兰某地啊，来探访荷兰新农业绿色农业技术基地，之后呢又被发现在日本。也有媒体披露出马云之前呢在疫情期间在日本长期定居。而最近发现马云人在泰国，马云在泰国的消息是谁透出来的呢？是一位啊，在泰国的米其林星级厨师，叫做 Jay Fay。他呢在自己的 Instagram 账户上啊发布了他和马云的合影。他说啊，很荣幸欢迎你和你的家人来到我们的餐厅。泰国的媒体说啊，说马云在泰国呢也是视察跟农业相关的活动啊，与泰国最大的农业综合企业正达集团董事会主席一起在此餐厅用餐，那是不是意味着，哎，马云未来他的淘宝可能会在中国农村物流上有所进意呢？那我们不知道。马云自己呢也多次表示，对于农村建设、对于农业发展有兴趣，但是呢，具体他下一步计划是什么，我们还不知道。大家还特别关注到啊，马云在曼谷著名的一个体育场还参加了一场泰拳的比赛，在社交媒体上呢亮出了他握紧拳头啊和泰国的拳击冠军的合影留念。那我们也知道，马云本人的商业帝国很大，但是呢，身形较为娇小，因此呢，和这一位泰拳冠军相比啊，那么马云呢，的确显得身姿比较单薄。但是，比马云本人更重要的，可能是中国监管风向的变化。